生了好多事情哦。跟永之助到仙台去观察星星，参加夏令营差点遭遇山难，不过这样的暑假也快要结束了，等在后面的是一大堆暑假作业，救救我永之助。开学前的礼物，那么用瓦斯的时候要小心点哦。我知道了啦，伯母慢走。伯母慢走，那我走咯。再见。好，我们三个要赶快加油努力写暑假作业了。这么一大堆作业我都不想写了。多虎老师小时候也应该当过小学生的啊，居然还出这么多的暑假作业。不过我觉得多虎老师他出的还算少哦，大豆才一年级，他们老师就出了好多作业哦，所以他才会跑到你爷爷那边去住啊。对啊，明天以前应该不会回来，幸好他不在，不然吵死了。啊，差一点就忘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明天是小红豆的生日啊，你忘了？啊，说的也是。没关系啦，现在不是过生日的时候。哎，小红豆，不好意思哦，你的生日礼物延到九月再给你，等到空一点的时候再过比较好吧。为什么我的生日是8月30号呢？我只有认命了。对了，中午我们叫小娟家的拉面来吃好不好？这么热还要吃拉面？我们可以吃凉面啊。可是小薰现在还不到11点呢。吃什么都没有关系，不过请你做功课的时候忘掉小健行不行啊？人家不是这个意思啦。不过说到男朋友，小红豆到现在都没有提到永之助的事哦。这个啊，我其实我也蛮挂念永之助的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说不定他跟杨子两个人正在一起做功课呢。发生什么事啊，小红豆？没有，没什么事啊。我回来了。大豆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啦？嘿嘿，我可是自己回来的。啊，爷爷没有陪你回来吗？爷爷只送我到一半而已。你回来了，那就表示你功课做完了，对不对？没错。奇怪了，奇怪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我放在电车里面了。什么东西？我把暑假作业放在电车里了啦！大豆，你说用紫色的包袱巾包起来了，可是目前为止还没有人送过来呀。如果找到的话，我会跟你们联络，请把电话跟地址告诉我。是的，就是这样，麻烦你们了。哦，要哭了啦！你真是笨死了，一定找得到的，不要哭了，大豆。可是，如果捡到的是个小学生，那就很难说了。哎，为什么？万一被还没有写暑假作业的小孩捡到的话，说不定会把大豆的名字擦掉，然后写上自己的名字交出去，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啊。真的会有这种事吗？现在的小孩可油条得很呢。小倩，都是你了。大豆，大豆，我要出去找。等一下。白到了，白到了。他们不是说找到了会打电话给我们的吗？可是人家担心嘛。门
要关了，门要关了。孩子，不可以这样哭哭啼啼的啦！要是你把作业搞丢了，你也一样会哭啦。门要关了，我才不会笨到把作业搞丢呢。上车。啊！有蜘蛛！你是不是还在做梦啊？我早就已经醒了啦。如果马上追过去，就知道是不是他了。姐姐，我的暑假作业跟永之助到底哪一个重要啊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要不是大豆在，我就可以马上下车去追永之助了。目前为止没有人送过来啊。哦，这样啊？那什么时候才会送来？这个呢，我也不知道啊。倒是有人送了这台照相机过来了。我搞丢的是暑假作业。嗯，大豆说从劳作到暑假日记都放在里面，这下真的糟了耶。先不说这个，你要待到什么时候啊？到你们吃完为止啊，我还要来收碗筷，多麻烦啊。快点吃好不好啊？你很讨厌耶，你在这里摸鱼，难道你的暑假作业写完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再请别人慢慢帮我看呢。什么人啊？当然是小勋咯。啊，你真的要让我看？对啊。啊，谢谢你，小健。这个小勋。爷爷好像不在家哎。爷爷说他要到浅草的朋友家里去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说啊？你不要这么凶嘛，我急得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伤脑筋，这下该怎么办才好啊。啊，永之助又来了。你以为说出永之助的名字我的心情就会变好吗？跟个笨蛋一样。你说谁是笨蛋啊？我告诉你哦，你最好不要太过分了。人家为了你的事情忙得团团转，你正经一点。永之助啊，真的是永之助啊。臭大豆，为什么不早点说嘛？我说啦。小红豆，你也在做暑假作业啊？作业啊？对了，永之助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呀？我们为了暑假的自由研究功课在做路面电车的调查。所以你刚才踩到那部电车啊？你看到了，小红豆。嗯，可是永之助，你刚才好像没有看到我哎。永之助，我们快走了。小陈把他的照相机掉在电车里面了。我不喜欢带行李在身上嘛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不过相机应该不是什么行李吧。对了，你刚刚说出了什么麻烦的事情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嗯，就是这一台没有错，这是我的照相机。好，在这里写上你的地址还有名字吧。是。我掉的东西为什么没有送来啊？我也来找吧，我来帮你一起找。真的？奇怪了，一副那么高兴的表情，都不看看我有多烦。哎呀，人多一起找，你比较容易找得到嘛。那我也帮你们一起找好了。我倒希望小陈就这样回家比较好。是跟爷爷从这边上车的。哎，原来小红豆的爷爷就是住在这个附近啊。永之助，我们到这个地方来到底是要做什么啊？我觉得这里跟爷爷他们家根本没关系啊。才不，关系可大着呢。首先我们先顺着大豆搭乘的路线重新走一遍，好让他想起来他把东西忘在哪了。嗯，好，小陈，那你来当小红豆的爷爷吧。好啊好啊，我是爷爷哟。人家我爷爷的腰才没有弯成这样，而且眼睛大多了。你还真是挑剔，我的眼睛天生就这么小嘛。打洞，眼睛大跟眼睛小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就当作是包作业的包袱巾，当时是谁拿的？我想一想哦，是爷爷。来，拿着。我拿呀。赶快从上车的地方开始试试看。永之助好像在玩什么电玩游戏一样，这样找得到大豆的暑假作业吗？
的时候坐在什么地方？啊，就这里。那你爷爷呢？旁边。来，爷爷请坐。谢谢你哦，不好意思。真是尴尬。那个装作业的包袱巾是由谁拿的呢？一直是由爷爷拿的。这么说的话，很有可能是爷爷忘记的喽。到了一半就换我拿。好，到了一半就跟我说哦。嗯。啊，摩天轮！现在不是玩的时候吧？可是我说了那句话嘛。那么爷爷听了以后说了什么？他说他下次会带我来玩。嗯，好像不太能够成为什么线索。永之助，我也是被这个游乐园吸引住了，所以才忘了拿照相机。你的事情怎么样都没关系啦。啊，爷爷就是在这里下车的。那个时候包袱巾是谁拿的？我想一想哦，爷爷叫我不要忘记拿，把东西拿给我，然后就下车了。小程，东西不要忘了拿哦。好，爷爷要下车了。真的要下车啊？不管怎样，先站起来做做样子嘛。我好不容易才坐下来的。好啦，快点啦。好啦好啦，爷爷要下车了。大豆，你把那包东西放在哪里？这边。应该放在自己的膝盖上，这样会占位置的。小红豆，礼仪的事情等一下再告诉他，现在要先完整的重现当时的情况才可以啊。哦，是。这么说他们出门以后就没有消息了？完全没有。小红豆把爷爷家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了，我也有试着打电话过去，可是都没有人接。这样子啊，真是烧脑筋。至少也应该打一通电话回来嘛。就是在这里换车的。那个时候包裹在哪里？我想一想哦。你仔细想想，道具有没有拿着？小红豆，你不要催他。你们肚子饿不饿啊？走开走开啦，现在爷爷应该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。大豆，如果你手上拿着那个包裹的话，买车票的时候应该会觉得很不方便吧。啊，我在那里买了一瓶果汁。那个时候你手上是空的吗？我手上什么都没有拿。果然是掉在电车里，没有错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再找也没有用了。这下子大豆搞不好真的要重写了。什么嘛，我的作业在哪里啦？又不是用叫的它就会出来。好啦，那只好当作自己不小心放弃算了。来，我们在这边拍一张照片做纪念吧。拜托，做什么纪念啊？奇怪了，怎么会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我把相机放在电车里了啦。一天居然两次掉了同样的东西，这还是我们列车行驶以来头一遭呢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太好了，我创纪录了。小陈，好吧，跟刚刚一样，在这里写上你的名字还有住址。好，没问题。这里有一个新的遗失物。这个是车里面。谢谢大豆，恭喜你了。为了慎重起见呢，还是打开看看比较保险哦。对啊，大豆，打开来看看。这是写毛笔字的用具啊。这是你的作业？不是，不是我的。这上面写的是野山钢造啊。这个是我爷爷的耶。大豆，你跟爷爷拿着同样的包袱是不是啊？我想起来了，离开爷爷家的时候，
照这么说来的话，爷爷跟你的包袱金都是一样的咯。嗯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既然包袱金是一样的，那拿错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咯。可是上电车的时候明明只有拿一个啊。这么说的话，那就可能是在之前掉的咯。好，从离开爷爷家开始到车站之前的路再仔细走一遍。哎，还要再走一遍呢。嗯，找到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好，那我等一下会打电话跟爷爷联络的。好，另外呢，喂，小子，小子，这个孩子真是的。找到了是不是？是啊，虽然是找到了没错啦，只是那是爷爷遗失的东西。嗯，来了，让你们久等了，请慢用。搭电车之前，我就是跟爷爷在这边吃红豆汤的。怎么样都好，可是为什么我要吃凉粉条呢？因为爷爷那个时候吃的是凉粉条啊。我要开动了。有需要连吃的东西都照实重现吗？啊，爷爷吃凉粉条只用一根筷子，只用一根筷子，拜托你好不好啊。爷爷通常都只用一根筷子吃的啊。拜托大豆，只用一根筷子要怎么吃东西呀？小陈，你就听大豆的，用一根筷子吃啦。有蜘蛛。小朋友，你们认识那个用一根筷子吃面的老爹吗？他就是我爷爷啊。哦，你就是早上那个孩子嘛。嗯，哦，真是太好了。这是你们掉的东西，我的暑假作业。啊，我的暑假作业。喂，万一里面装的又是书法文具就惨了，快打开看看。嗯，哇，真的是一大堆作业耶。你们看，这上面都有写我的名字哦。不用写名字也知道这是您的，字那么难看。今天早上我马上就追出去了，可惜没有追上。大豆，恭喜你喽！我的暑假作业，我的暑假作业，不要哭了啦！永蜘蛛，真是太谢谢你了。要是我一个人的话，一定找不到的。这要多亏大豆，把事情的经过记得很详细。你们也要感谢我一下呀！我那么辛苦扮演爷爷的角色。对呀。因为你用一根筷子吃凉粉条，才使得老板娘想起了爷爷的事。那现在我可以点红豆汤了吧？姐姐，你就请他吃一碗嘛。真是拿你没办法。老板娘，我要特大碗的红豆汤。好，好。果然很厉害。起初我以为永蜘蛛要做奇怪的事情，真是多亏他帮忙，大豆才能找回暑假作业。哦，是这样啊，终于找到了吗？太好了，不过话说回来，爷爷还真是个老糊涂啊。好，回家的路上要小心哦。等一下，让我跟他说一下。哦，喂，小子。哎呀，他挂断了。这孩子真是的，也没打个电话跟小勋小翠他们联络。啊，哈哈哈，他可能没这个心情吧。下一站是游乐园前。玩下去了，小陈还没到哎，顺道去玩一玩嘛，难得都到这边来了。建成，小陈，你为了那个游乐园丢了两次相机，好了，那就去吧。小陈这个家伙，只有这个时候跑得最快，这样好吗？还有很多作业没有写。明天到我家来，我们一起写。到你家去写作业。我也还有一些没写完的。哈哈，好啊。哇，好漂亮哦。姐姐，差不多快要降到底了吧？
还差一点点。嗯，小红豆。虽然提早了一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永之助，来的途中在池袋的百货公司买的，本来想用明天再交给你的。原来他把我的生日礼物都买好了，永之助，我连我自己的生日都差点忘了呢。谢谢你，永之助，我可以打开来看一看吗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了。啊，好漂亮啊！在黑暗里面会特别的亮哦。真的好美，像萤火虫一样。跟这个夜景比就差多了。这回事呢，永之助，在一片光之海里面得到的小小的光之礼物，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。第二天，我一早就到永之助家写暑假作业了，我还高兴的以为只有我们两个人，想不到连小陈、小健都杀过来了。结果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间只有在那个摩天轮里面。啊，胖妹，这是真的吗？小陈那种糊涂蛋怎么可能让他当班长嘛？我看小陈是在说梦话吧。啊，真的吗？下一集小红豆世纪决战，谁是班长？不会吧，杨子要当班长。ただ寂しくて、ただ恋しくて、僕ら抱き合ったわけじゃない。ふとよぎる悪い予感ほどくように、君は I'm sorry.